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中華叻叻就慢咗閘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埋邊位置就怪獸豪俠啦，中間有極速之星咧走咗上去，外邊紅衫啊就係飛騰追啊，龍澤飛區第三啊，第四咧就係怪獸豪俠啊，第五位內蘭紅衫咧仲行進之寶啦，響出邊咧就係呢只極速之星啊，後邊個六匹馬啦，飛躍海旋啦，中華叻叻啦，尾四藍晚晝係勝利同盟啊，後邊三隻內蘭尾三有綠色衫嘅馬上王啊，再後邊嗰兩匹馬分別。著著領先同埋傲龍區嚟嘅，好啦，過埋呢個六百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個馬依然係飛騰追啦，外邊有型有福啦，內欄第三龍澤飛區啊，第四位就怪獸豪俠啊，內欄第五嘅馬仲係行進之寶啦，中間極速之星啦，頂出去外邊追啊，飛躍海旋勝利同盟馬林中間揾位，仲有中華叻叻馬上王啊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飛騰追走甩咗大概個半身米嘅，見到中間位置咧就龍澤飛區響第二啊，外邊怪獸豪俠啦，入邊咧仲有隻。行進之寶啊！出邊依家上嚟就極速之星啊，接近終點，飛騰追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！第二嘅馬咧就龍澤飛區，第三名外邊行進之寶，第四名外邊極速之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離曬一啲主動型咁啊，跟前跑法嘅馬，飛騰追照計都放快咗少少噶啦，咁但係都已經將後邊嘅對手掟甩曬嚟贏啊！龍澤飛區跟前跑第二，行進之寶第三，極速之星跑第四。好啦，今晚嘅头场赛事，飞腾追好似后边冇得追咁，一放到底，段段快啊！如果睇翻啲时间啊，第二零大热系四，准备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星火燎原咯，搶上去啊！響佢外邊有呢只金裝令啦，中間旋風飛揚啊，內欄黃衫咧就係只黃隱福星啊，第五三位嘅馬外邊啊金裝令走咗三搭俾人頂喎，咁啊再見到中間旋風飛揚啊，內欄第五紅帽魔法速遞啊，第六位灰馬咧仲有富喜來啦，內欄第七紫色衫新榮之星啊，後邊個五匹馬英俊飛區聰明導彈出邊試跑得啊，尾二黑衫霹靂威龍啊，包咗落。尾暫時都仲係金絲成像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尾接近呢個六百啊，前面放嘅馬埋邊星火燎原啦，出邊就黃隱福星啦，第三位嘅馬元蘭慳咗好多位啊，紅帽進佔第三係魔法速遞啊，第四位褪咗少少啦，就旋風飛揚啊，內欄進佔第五新榮之星，第六灰馬打緊邊就係富喜來啊，響入邊等位喎，黃衫有聰明導彈，再中檔位置仲有英俊飛區啊，鴨精將直路啦，前面星火燎原佔先啊，咁啊見到咧攝埋邊追有。新榮之星啊，中間上嘅馬咧，仲有呢只黃隱福星啊，大外道衝上嚟啊，就係只試跑得嚟噶，最後百零米啦，新榮之星埋邊喘咗上嚟，接嚟咗一個身位，外邊上嚟嘅馬有試跑得，中間係聰明導彈，接近終點第一名，新榮之星贏啊，第二名後備補上呢只試跑得啊，第三係聰明導彈，第四名埋欄喘上嚟，黃衫嗰只咧係金絲成像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其實都你貼欄嘅嘛，新榮之星。咁啊，早著先機，喺埋邊攝上嚟贏啊！外邊追上嚟係試跑得，第三名聰明導彈，第四名應該係爆尾追上嚟嘅，金絲成像。好啦，沈集成今晚 B 欄有馬，跌係二。好，你一起步從草之王相當快閘啊！咁啊，前面快就係佢啦，外邊啊鐵三角啦，響入邊粉龍眼罩咧就龍船快啊，最出粉龍衫咧就勁叻仔，中第五位響外邊啊超威力啊，中間第六位仲係落足料啊，內欄第七藍衫紅帽精準快車出邊咧金得意上咗少少啊，後邊四隻逐步贏飛馬將軍啊，尾二係大將啦，咁啊暫時電流仍然係紫色眼罩嗰匹慶萬家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放咧都仲係從草之王啦。位置變動上面都冇乜喐過嘅，跟住第二位就勁叻仔啊，壓到入嚟喎，鐵三角啊跟得好順嘅第三啊，咁啊第四位仲係超威力啦，內欄第五粉紅眼罩啊龍船快啊，第六位出邊超威力，中間第七位落足了內欄藍衫紅帽嘅精準快車啊，咁啊尾四位置掟到大外檔噶啦，黑衫逐步贏，後邊三隻飛馬將軍啦，六三內欄慶萬家掟出去大外檔係大將嚟嘅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蟲草之王佔先啊，鐵三角就開始沿住個中檔。跟住鐵三角後邊嘅馬咧，有慶萬家大外檔啊，逐步贏，中間仲有龍船快，最後百零米逐步贏，外邊冚咗上嚟，內欄精準快車，中間位置仲有慶萬家，接近終點，中間慶萬家透出咗贏出呢場賽事，外邊逐步贏啊，第三名埋邊精準快車，第四名係鐵三角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被動型嘅馬又跑得好喎。
貼欄嗰啲啦，慶萬家都係貼過欄追上嚟，沿住個中檔衝上嚟贏嘅，外邊逐步贏冚咗一段，跑翻個第二，內欄都係慳噶啦，精準快車跑第三，第四名係鐵三角。千二短途大熱暫時顯示係八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就東來欣賞啦，出邊喜進之星啊，咁啊再見到內欄有必先生，中間綠色衫第四嘅馬就東來欣賞啊，響佢外邊就喜進之星啊，內欄第三必先生啊，第四位元路外搭馬有運啊，中間第五位綠色衫就精妙星啊，內欄紅眼罩旅遊高球啦，後多層啊嘛，白衫大約跟住個第七咧就金匯星星啊，後邊五匹馬朝朝醒電信驕陽四起了，尾於鑽石寶寶包咗落尾唐不甩嚟噶，好啦，正追直路啦。前面東來欣賞鬥緊外邊喜進之星啊，咁啊見到偷入邊上噶嘛，有必先生同埋旅遊高球啊，外邊追係金匯星星啊，中檔位置仲有馬有運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東來欣賞仲係佔先啊，原欄打上嚟就旅遊高球，中間位置仲有必先生，出邊金匯星星接近終點，東來欣賞後生啲啊，咁啊結果到啊，跑第二名旅遊高球啊，第三名啊嘛，有少少擠迫喎，嗰只必先生咁啊外邊追上嚟金匯星星啊，結果今場賽事。呢只東來欣賞都係勝在後生，年輕力壯，擺咗喺前啲嘅點啦。第二名咁啊，都係黐曬欄啦，轉翻啲配備都幫到佢嘅旅遊高球。第三名有少少挨碰啦，嗰只 B 先生喺入邊，出邊金匯星星跑過三次賽事贏馬啦呢只。大熱暫時係八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咁啊埋邊位置有電信巴打，中間係阿基拉，咁啊內欄黃帽第三位就黃腳立啦，第四位外邊九五赤兔啊，內欄六位仲係喜連勇敢啊，後邊四匹馬仍然係呢只一先生，出邊智取神驅開始上咗少少喎，尾二位置係超超比啊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咧係精彩生活嚟噶，好啦，跑對面直路，風雲色變啊，外邊走上嚟喜連勇敢先，咁啊外邊有智取神驅，跟住第三位埋辨位置咧，仲有电信巴打；第四位就阿基拉；第五位黄脚立；第六位仲有九五赤兔啊！后边四只发财先锋一先生啊，尾二位置精彩生活啊！暂时电流仍然超超俾你嘅，过埋六百智取神驹放咗出嚟跑啦！喜连勇敢第二位啊，攞咗出去外边噶，咁啊有呢只咧电信巴打啦，第四位出边阿基拉啊，内栏第五黄帽咧仲有黄脚立，后边嘛九五赤兔一先生发财先锋嗰啲马入正最后直路啦，智取神驹走唔走？得啦啦，見到埋欄位置上嚟有黃腳啦，中間喜連勇敢我又追翻嚟，出邊位置仲有電信巴打，最出係亞基拉啊，最後百零米智取神驅仲係佔先啊，外邊有喜連勇敢，埋邊黃腳啦，最出亞基拉嚟啦，接近終點，亞基拉外邊有冇機會冚曬贏啊？捧走呢個怡和挑戰杯啊，第二名啊嘛，埋邊黃腳啦，中間咧智取神驅喜連勇敢就影相爭第三啊。其實阿基拉嘅際遇都認真唔好啊，二搭一路俾電信巴打頂，轉彎揈埋大外檔，結果一樣衝贏啊！形勢其實最惡劣都係佢嘅，打翻上嚟啊！呢匹阿基拉啊，捧杯贏馬，黃集集曬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前面快閘外邊位置有運來勇士勝萬金啊！咁啊，再見到中間搶嘅馬咧，有超額認購胡椒軍曹同埋呢只咧就領才嚟噶。內欄位置就起眼光啊，響外邊仲有隻極光瑞星啊。後多浸嘅馬啦，就紅日社啦，六三大尾四咧就歡笑福星啊。後邊三匹馬劍山峰啦，咁啊仲有健康心靈同埋隻薄荷多才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六百米段處啦，放嘅馬就係嗰只勝萬金啊。跟獎第二位就運來勇士啦，內欄第三極光瑞星啊，中檔第四位仲有胡椒軍曹啦，內欄第五起眼光啊，響外邊咧仲有領才啊，中檔位置淺藍衫就紅日射，揈出外邊追嘅馬超額認購薄荷多才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勝萬金咧接嚟咗大約半個身位嘅，外邊位置追佢有極光瑞星啊，咁啊最出上緊嚟嘅馬咧，咁啊仲有呢只紅日射，中檔位置咧就喺呢只運來勇士埋邊起眼光，接近終點，外邊冚上嚟贏啊，紅日射跑第二名咧就極光瑞星啊，第三名起眼光，第四名埋邊。似係嗰只歡笑福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紅日射揈出外邊冚咧，結果輕鬆贏馬，跑第二名咧極光瑞星，第三名埋邊起眼光，第四名咁啊再入邊喎，仲有隻歡笑福星啊！好啦，轉場過嚟跑馬地一千，蔡明少偉達頭先啲騎練十一準備。
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，星耀王者缩在后面啊，前面快咁啊，加州德力中间快添啊，埋边利嘉辉中间，紫色三幸运旅程外边马匹咧就系呢只星耀王者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路尾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马咧就幸运旅程啊，响佢外边咧就时尚风趣嚟噶，再见到第三位嘅马就高进明驹啦，内栏第四系利嘉辉啊，第五位外边系金发盛世啦，第六位中档有加州德力，内栏蓝白格仔三就雪涌神驹啊，后边嘅马啦有竞进非凡啦就黑衫嘅，外边环宇风采啊。尾三自力更生，尾指中橫天下包咗落尾嘅馬咧，就星耀王者入正咗去直路啦。幸運旅程拋離咗對手咧，有個幾身位追佢嘅馬，有時尚風趣內欄上咧，仲有呢只雪涌神驅啊。中間位置就加州德力啊。最後五十米都幸運旅程拋離後邊嘅對手一個身位，贏出呢場賽事第二名嘅馬加州德力衝咗上嚟。第三咧埋邊雪涌神驅，出邊星耀王者啊。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只幸運旅程。嚟一個突如其來喎，輕磅直路走甩，加州德力追上嚟，第三咧埋邊雪涌神驅，出邊追上嚟嗰只係星耀王者啊！佢都好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好多隻搶啊！天火同人綠色好威，外面顏色王子最出冇千歲，內欄年少多好第五位啊，第六位嘅馬住第二位就綠色好威啊，顏色王子第三、第四天火同人內欄第五英雄豪邁啊，第六位就冇千歲啊，內欄第七粉龍帽嗰只咧咁啊有啲財財啊魔術控制騰咗喺後邊噶啦，轉正彎直路啦，年少多好拋離咗第一咧有個幾身位噶啦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英雄豪邁咧入邊上咗少少。个财财咧，出片追上嚟嘅马咧，仲有只颜色王子啊！最后百零米，年少多好，抛离后边嘅对手两个身位，赢出呢场赛事噶啦！第二名嘅马咧，埋边走上嚟，有万众开心。第三，英雄豪迈。第四名埋边，电信飞车同埋出边巴萨诺亚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年少多好都係擺到喺前啲嘅位置走啦，咁啊因為有個內檔資助啊，咁啊騎練合作，咁啊終於都再有馬贏啦喎，萬眾開心跑咗個第二、第三名英雄豪邁，第四名咧埋邊有電信飛車，最初咧都姗姗來遲嘅巴薩諾亞，中間夾住紫色衫係顏色王子啊，三班一六五零，第二暫時係一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埋邊位置瑰麗人生，中間赤兔猴王啊，外邊有兩間第六位咧，仲有九九圍攻啊，俾人頂咗喺出邊喎，就羅曼老窩啊，咁啊跟住羅曼老窩後邊噶啦，尾五外邊本領非凡啊，尾四唯美主義，尾三中檔紫色衫係快博啊，暫時電腦隊仍然係大學生，同埋一隻咧係無限美麗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咯喎，次序上面都冇乜特別大嘅喐動嘅，放頭嘅馬仍然係嗰只好好。第二位就大數據啦，內欄第三就瑰麗人生啊，赤兔猴王已經咬住第四啦，第五位外邊啊浪漫老窩，內欄第六銀進啊，中間仲有九九圍攻啦，後邊嘅馬唯美主義等入邊，中間有快博，出邊本理非凡，殿後一對大學生同埋一隻咧就係無限美麗啊，入正咗直路啦，好好分拋離咗個零身位嘅，見到中間位置有大數據啊，外邊冚啦，赤兔猴王啊，中檔位置咗瑰麗人生，出邊追係九九圍攻，中間係銀進嗰啲馬，最後百零。米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呢只赤兔猴王啊！中外檔追上嚟，有九九圍攻，中間係銀進啊，入邊咧仲有隻唯美主義，接近終點啦！赤兔猴王啱啱到先啊，跑第二名嘅馬咧埋邊追咗上嚟，唯美主義出邊咁啊，有呢只咧就九九圍攻，中間係銀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赤兔猴王贏馬嘅又係高東尼啊！好，东尼把放食埋个尾壶，布文今晚亦都起码啊，赤兔猴王真系准得交关啊！今次赢埋唯美主义跑个第二，九九围攻第三，银进跑个第四。